但大家也要慢慢去给他们压力。可是说当下的时候，我跟豆腐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然后他也知道我的想法，然后我跟他性格也很像，他知道我干嘛，然后就会保护我一直。对，所以你现在跟 Dove 选手的一个沟通已经很好了吗？对，我跟豆腐选手的沟通是挺好的现在啊。所以他的中文水平是比较的一个炉火纯青了吗？脏话的比较熟悉，可是平常的话没那么好吧，就是会一些 TP 啊，我 TP、哎、好了，我好那些吧、注意一下直播用语啊。所以可能你们两个是主要用英语来交流是不是？啊 TP 啊 OK 就是 call 一些召唤师技能。那我同时也想问一下，其实在春季赛以来，我们在各大赛区都看到了非常非常多上路贾克斯对上剑姬的这样一个对线。那在 LPL 的话，截止到今天之前，剑姬的胜率只有20%，那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对线情况？首先武器的剑姬的话，武器前面是优势，然后到三件套，就是两边都三件套的话，剑姬比较优势一点，所以前面剑姬虽然说可以拼操作，可是四微波就会打不赢的，所以前面发育，后面单带可是是能赢武器的，所以就这样。所以武器也是比较厉害的英雄现在，所以是打不赢的前面。那如果让你来选的话，你觉得自己的剑姬厉害一点，还是贾克斯更厉害一点？如果这个版本平衡点的话，应该我会剑姬厉害一点。好，那我们来问一下第二局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在 BP 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对方实际是在后面把塞拉斯摇到了打野位，那你们的一个应对思路上面有做转变吗？其实没有，我们就是开场看到那塞拉斯带了个迅捷步伐，有点呆，然后厉害厉害，这样没了就没了是吧？非常干净，非常利落。那其实在前期的话， IG 的一个 B 站做的也是非常好的，去把他们在这个战斗力很强的时候完美的避开。但是好像在拿完大龙之后，那个下路高地那波你们有点不小心啊，有点上头了，被对方团灭了一波。当时是出了什么小纰漏吗？我们那波就是本来说是一起站我后面，然后保他们就被跳被打，然后那波我们都分散了，打野在上面，然后 AD 在上面，然后其他两个在旁边，就是不好，沟通不好，所以就被团灭了。阵型稍微有一点点乱，不过幸好最后的那一波野区的这样的一个混战当中还是大获全胜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大家最近有一个关于你的 ID 的梗啊，就是好像要上课吗？听说好像给你上课的同学非常非常非常多，所以的话，无论是作为个人来讲，有没有你想去给上课的选手，以及说真的想跟他 A 碰一碰？紫卡也说要上课，哎，我不知道，很奇怪。要不要喊话一下紫卡呢？紫卡，算了吧，我们跟你说的时候都已经分出胜负了。还是很狂，非常有你的一个风格。再次感谢小周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谢谢，恭喜你们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赛后粉丝的互动。你玩不来吗？啊？可是 TVP 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他们都卡着的哦。什么他们都卡着的，你玩不了 TPP， 上次他玩过他玩不了。但是啊，就你妈往那边卡着的呀，就不动了呀。那就卡着点怪，那就卡着呗。真的吗？看你啊，你想玩，你想玩就玩呗。那就玩呗，我就不爱，我嫌墨迹啊。TPP 是真的。操，一楼太有傻逼有枪了。我子弹还没加上去。上去了，倒了。楼下好像有一个，完了，有一个在舱顶上，
站着，一个老黑。进来了，有人摸进来了是吗？打了两个。嗯。等一下。怎么是挂呀？这个奶油开头的这个。好的，刚出来了吗？对，所以掉帧怎样？你可以可以吗？还有。豆子又在刷大天，出来了。这电脑能玩吗？好强哦！哇，不愧是你啊！局长，祝你明天直接拉一波大。那也行，哎，豆子，拉我拜拜吧。七点啊？拉我拜拜吧。另外一个妹妹没有拜拜。对，18032。什么玩意儿？我18032频道。啊，去我的吧。你的吗？嗯。嗯。豆子去我的 YY 吧。八不知道多少。36521470，你不有吗？大哥，我急。天天他妈的去几百个 YY， 我真不知道。我操，真长啊！单什么来着？36521470。麦克风禁用，有人退出服务器。发了机票。哎，你进来了吗？啊？啥？三个人为什么房间里显示两个人啊？你卡了吧？他卡了吧你？他是来啊还是咱们先打呀？可以先开，还没回消息，应该是没打完。嗯嗯，那你开咯。哎呦，我还差这个，这号差一盘。
胖子在直播。白金一啊，一二三四五六两队，麦克风激活正确吗？不知道哎。嗯，哎，现在是我跟入乙轮着打训练赛。白瑞，我操！这把背在哪？这个二倍镜属实有点难压呀。有头干没了，真的假的？这是。单挑双子。哎，我操你妈！真的啦。
继承我陆哥的遗产去。弹多不？一发倍弹都没有。哎，我那扔了100。你扔哪了？这个包。这么困吗？没有，刚睡醒是这样的。这么看好难受。你可以把视角切呀、啊。大多数情况我打的时候才会切，打的时候还是这样占点便宜。直接切了就好了。打的时候我会切的。好的头不？刚才那边是有的呀，就咱们打架那边就有了。现在再找一个吧。红彤彤的。没事，不着急。慢慢找吧。怎么感觉开着第一视角，感觉看人跑得好慢？这全是脑壳。
没起来。操，这就打过来了，这么牛逼吗？什么玩儿，这就打过来了。
哦，有把。嗯？这么硬的吗？探个头。点了好多枪才点死。这飞机用的真难受。操你妈！中我三枪你不带打的，真硬啊！树后，我知道，因为我打了三枪不倒，皮比较厚吧，可能。那这 B 四倍镜，我一枪不中，操！一枪。这个围墙房好像没人哈、啊。妹妹这个坡起烟了。
这么牛逼的吗？哎，是不是还撞倒一个？贵阳一枪头，哎，刚掉了个沙，黄号，啥情况？怎么我这里显示无法进行晋级比赛呀？换个号，白定了个白银，还他妈排不到，怎么办？我没事，我退一下，我换号，换个大号。哦，抽个烟去。你刚才都没抽啊？他是队长，也不理个线儿。没事，你们退了就行了。退了。我拉你们，你们退了就行。嗯、我有他，我们俩是有好友的。然后你那个妹妹不来啊？他等一会儿。哎，我问了，一直在问。问了好几个了，有一个刚发着发着先不回消息，不知道在干嘛，微信也没回。问了好几个了，嗯，快烦死了，不回消息真的麻烦。我操，我这第三人称也不行。白金三到白金三，你是白金三吧？现在？嗯。拉了，然后我让他上我刚才那号就行了。说啥？他上你的哪个号？嗯，我让论刚才那个号，刚才那号定完级是白，也是白云三，就是喊个黄金妹妹就行了，最后只要不超过白金三就行。Lux 啊，怎么这个，我给他。来了，张哥。Lux 啊，你上我的号，你上我的号。啊，哦，好，发我呗。嗯嗯，要不然他那个什么，要不然那个你那个白金一打没法打。你看，复制。来，给你打公屏了。OK。嗯嗯嗯。这是密码，然后我验证一下，
或者让我扫个码。嗯。你的头像，强哥呀。嗯。一会儿你再看刚才那个号是。点一下这个的。批准了。一会儿他的号是大嫂吗？不是啊，你看他那号的头像，那号还没改名呢。哎，上把打了多少啊？哦，忘看伤害了。你吗？上吧。咱们所有的人。你197，我316，他被人偷了吧？六，你他妈的悠悠都卡，六，悠悠都卡，但是我们都是悠悠啊。不，他在香港，他是 GX 的，他在香港 ，Hong Kong 是吧，港仔？啊，你在铜锣湾，你在铜锣湾卡你，铜锣湾扛把子。其实我原来姓蒋。铜锣湾只可以有一个号男。我原来姓蒋的，不知道吧？我去倒杯开水去，你们慢慢弄。哎呀，好折磨，好折磨，好折磨。换个节点呗，要了。我换个节点，他妈 YY 还得重新加速，鸡巴抽象。有问题是吗？哎，放过我吧。就是按改。一点吧，什么声音？喂喂喂！喂，嗯，真的，这游戏为什么它的界面可以弄得如此的垃圾，如此的不流畅？
你看人家 Apex 他妈多流畅。他妈光想着骗钱了。夏福节点炸了，今天完全是进不去，为啥？悠悠跟这个也是，你是悠悠国际版是吧？用同一个，要不要用？不过我买的那个是国际版会。那你要不要试试迅游国际版？你要用吗？算了，那就多试两回吧。那就多试两次吧。哎，可以了，有一个节点还可以的。我他妈切了七个节点。不过是有点恐怖啊，就干那圈我四十多个人。不是来吗？那个打 TPP 那个，等一会儿，给你跳个昆舞，是这样吧，骆驼哥？等一下，麦克风禁用，麦克风激活。啊，试一下，打你这个号几百会被检测。嗯？我试一下，打你这个号几百会被检测。这号不太容易被检测。你要上我那个110G的那个号，就容易被检测。这号我打的少 ，KD 还算不高，然后那个。LPP 那个也比较高，所以说基本上不会被检的。但是你老给我打检测了，是吧？我就那赛季咱们上那个上打分的时候，我操，好久了，打两把飞，打两把飞一个号，打两把飞一个号，然后就一天以后这个号见。没人啊，这都没人跳的呀。嗯，我去把那个达西亚开回来，你搜吧。
要六倍吗？洛克森，有了。妹妹要吗？我来一个。高一没人收吗？没有。这把炮。哎呦，八倍要吗？我打六，那我要吧。嗯，我带，我一个八倍，一六倍，我都带了，就是少捡点子弹呗。什么？正南还在你们队是吧？哦。弹孔是没有。我倒是枪口不是没有吧？我看到哦。冲掉了，走吗？我六倍镜捡了一个，我等下帮你射一个，射一个下来。我八倍，走走走，我看见飞机了。你六倍撇了吧，我有了。班级包包。快来，快来，快来！等下帮你射一个，等下去。两个。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八倍。有了。我打六呗，就是地上扔了个八呗。拿了之后再射一发。把它撞烂，你要把它撞了，撞坏。嗯哼，退一下，撞不烂，来站车上就能捡。AUG。啊？嗯，我拿72的枪，我不想拿5的了，不想换。拿个单人。然后靠中间一点，我去射一发去。还没那什么。我知道，往中间去一点。这种空投他们都不捡的吗？
你射得完不？有呗。两个，哎呀，我操！我这拜神枪法，漂亮！我差一点被他嗝屁了。这你可以射不？我要对着天上射一发。哇操！吓我一跳，我他妈一滴血。这拐回来我也还没死啊，我也是服了，这帮人真没给我打死。我去把这个车弄回来。马上。打枪。打。
不用关。晚饭还没吃呢，我晚饭都没吃。有宵夜不？不抢的。好像万没有吧，包里好像是没有，忘了。盒子也没看到，全是枪。走。这个吧，这个车没被扫过。哥，你直接打呀，哥！有雷，有个雷，外面来了一个，慢点，让开，让开，丢雷了！哎，那里去了个人，倒一个，大倒一个，倒两个。哎，哦，右边，右边，右边，三个，右边，右边 ，nice。你雷没丢过去啊？靠我的，被这个小厕所弹过来了，给你扎到。靠我的头，我有头。我去拿他的三级头。六 Q， 坏了，粉碎。实验结果我已经知道多远发射不会被听到了。好香啊！他的三级头还冷淡一点，但我看的不是很红吗？你说啥？你挨一枪，他三级头。说你的三级头。啊，我三级头怎么了？是不是很红？说是不是很好红？啊，那然后呢？啊、说话声音很小吗？啊，还好吧。红了，红了之后呢？啊，没事。哦，来车，来车，身后。中了两枪，贴你敢跟我贴贴？哦，啊，倒了。你的车。救不了。拜拜。我都不敢撇雷贴呀、啊、你！这个空投落了。不是，这他妈的！我操，围墙厚啊！我操，右边跑两个，右边跑两个，右边跑两个，还在丢。
刚有一个，我打四级，完了，丢过头了，没事。完了！妈的，几颗雷呀、啊！全是雷，我操！我打个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完了，拜拜，好，他妈受尽了我，我他妈呆逼，我操，太爬墙，爬墙，我操，来。这对你妈的十几颗雷！哎我操，你这手速，买一个雷没抢着。跟你妈神经病一样的。在这边吗？真他妈能藏吗？老牛，我操！刚才那波秀啊，洛克哥。
最后那波有点，最后打最后那个有点丑，太有点秀，打最后那个太有点丑。完了，哎，完了！你是现在多少分？谁我、啊、2803。开一把退出来，能打 FPP 就可以了。等他来了的时候再打 TPP 啊。他打的运的，一把运半天，估计这把结束了就可以了。到时候他来了再换吧，我去吃个饭。不是，我说我说刚才你开你自己开一把跳伞，然后退就不完了吗？没事，等他妹妹来了，等我来了再去。大号白金一，我去吃个饭啊。你咋了，洛克斯？怎么？我说你咋了？刚才？怎么我咋了？感觉你好像挺不高兴的。是啊，我的本能是他妈切换开机啊，可是我最近改慢了呀。这最后那个我一直受尽啊。不是，我说你，我感觉我说刚才你感觉好像挺不高兴的。什么时候？没有、啊、你那个头红了，然后哦，不是不是，我没听清他问我什么，我以为他说那个头怎么了，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咱俩熟，懂吗？我真没有别的意思，我单纯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没听清啊。我以为他说我的头怎么了，我没懂呢。头红了。啊、嗯。他说你头破了。对 啊, 对啊，破。对。但你估我估计那个头是有30-40吧。这个 TPP 打起来他妈的跟大憨逼似的，我操。哎 ，ACE 那箱装个红沃不好使啊，晃的不行。1234。这没给他打死，挨啥呀？一个人搁那边，可以了。那摸摸不？啊，开个门呗，开个门。来了，开个门，我爬进来。来了，进来。喵的！这俩逼他妈怎么打狗？我跟你说，好干呀！
好的，妈呀！代币给我丢雷！队友嘞，倒油了，倒油了。玩不起，搁这倒了。咋了？你笑啥？不知道为什么打他的人都看起来，他笑对面好呆，都看起来呆呆的。我跟你说，你刚刚没看见，刚刚那两个喷子攻他的时候，跟你妈个傻狗一样。那两个确实挺搞笑，这个人他也是他妈站在那儿跟我打，知道吗？张哥，他就像那种拍电影的男主角一样，就是那种他妈他都不会中枪的。那个子弹都，那个子弹都躲着他走的。那两把喷子贴脸打他，一枪没打中他，贴脸啊、哦，零距离一枪没打中他。因为谁的喷子都跟我一样。修狗啊！你听，他妈是敢是楼上有人啊！给你买拉蛋。错了。可以。你这个名字是什么什么意思啊？高启强什么意思？高启强，大陆现在是那个《狂飙》里面的男主角。哦。你个 Hong Kong 人没看过、啊、没有看过。就是你们 Hong Kong 人不了解的。在哪扔了个四倍来着？我刚才从这儿翻过来，直接开门过去。我是给你过来，我不过来，哼，还不过来？我这你要不要吗？哦，这儿呢。要什么吗？六倍啊。看128倍，看见了吗？
你这是什么鬼？哦，你有八倍了，打扰了，自个儿把六倍捡着。嗯，大秘书。喊两口饭，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这他妈的有问题啊！这个这么远，你他妈看我的多好像。不是这个太远了，是吧，洛克斯？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他妈的六七百米啊！头上来车了。那应该是个外挂。我们后面又来车了，这边来车了。一个人。接客喽。停了，他停了。右边拿一下。我操！哎，你那个狂飙是在哪看啊，张哥？第一，你箱装爱奇艺啊？看一下，晚上大家看。
我两天就看完了。两分钟看完？两天。哦。我刚听到他一两分钟看完了。咋回事？我说的话你脑子听不清？哇，三十九集啊！嗯，1.5倍速，两天就看完了。没事，我一天给他看完了，我1.5倍。再按右键。那你得熬多久？那个只能爱奇艺看啊。我找到别。刚好就是他两天。找到别。就是你那两天找我的时候。在网了。以前你找我下午都在，然后就看这个电视剧看的。然后下午睡觉，然后晚上凌晨起来。TMA 好像又解了耶，刚刚听人说。不是之前不就说要解散吗？那个小杨本来说又要搞了，然后又说要解了，现在。小杨无所谓的，他进完赛，春季赛一过，他们有的是队要他，对不对？嗯。而且经过这么一吵，他妈的大不了人家开直播去了，对吧？嗯，去哪？这里呗，对吧？行，好，爱你。你不是只想去这里去这吗？去皇宫也行啊。我刚才那个动动鼠标，老他妈的有根线绊着我。勉强，他没有快。一二三四，菜市场两队，我们这儿这个楼有人跳。后门。能不能爬？行。豆角。下来去了，土豆有没有？
好了吧。 别掉了，别掉了，别再给我炸死了！哎呀，我操！哎，我操！血量，小心！ 对对对，在这里面，打残了，看到了，都有三级包。我现在好怕你丢了呀！<笑>那只是个意外，因为我没想到你跑那么快跑过去了，正好那个人也在那，在那个小厕所上面弹了一下。 大哥穿的好像修水管的，坤，阿坤好吗？阿坤，隔壁老王上门修水管，什么是阿坤好吗？阿坤，就小区少妇的水管。 白瑞波，我吗？我刚炸死那个人在哪？楼顶啊？楼顶？不是，我刚炸死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上去是在楼顶打了一个，我给我炸死了，不知道在哪。楼顶有个盒子，反正那个是我用枪打的。 哎，炸死了，不知道在哪。你雷丢哪去？你都不知道。那边<咳>爬下来了。导弹。走走走走走走走。这边枪口。没有 Barry 呀。你待会还打吗？还是要歇？还是要歇皮？打呗。 那么爱你呢？还得是你呀！这个，这两天我去找烤鱼的时候，你也来呗，让我试一试。什么？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呢！我待会去看一下，待会现在过来要。上一次你不是说要去找烤鱼吗？要过来是什么手续？他还没到广州呢。 烤鱼要回基地，他们基地在广东。等会儿啊，让我找一个四倍镜儿，真他妈的什么破逼玩意儿，算了，三倍就三倍吧。啥意思啊？还抵挡了吗？给你磕一个。也可以。嗯。
牛马，好。我咋还给你打了？我为什么会给你打？就是看我的妹妹刚好来了就死了。太狠了！我好像不是被你打的。你是被我打了呀？我操，妙妙，妙妙，你真及时，牛马打。啊？啥？我说我们干嗝屁，三个人。把 ID 我上的小号，然后没有你。ID 发给我，我直接给你秒。是什么？完了。嗯。谁要换号？不会要运营吧？是不是开始运营？运了。续啊续啊。运的话，我估计我在房区里面会睡着。打叙，我的妹妹都喜欢打叙利亚的。是，叙不了，你这个号得掉。你要我去掉啊？不是，你这号不掉，你就得换号嘛。没事，你好好拉我。哎，拉杯水。哎，你我还有一个号没有满级啊。但上面库存也挺多的，我换个号吧。嗯？你说啥？我的号都有很多库存的。我刚才运营拿了个掠食者，可以了，剩一队，我扫车使连狙扫车扫掉一个，妈还给救起来了，使雷炸倒俩，那都那圈都没有边界的往里缩了，他还在那救人呢。真旧啊！多克斯，别又跑！不知道他干啥去了。他说他上厕所了。啊、哦。哦，我操，号不在线，队友隐身了，进来了。
你骂我。再发一遍。他能加 ID 不公平。等会儿啊，被和谐掉了吗？等一下，等一下。你私发给我，我拉你。有吗？公屏没有啊？那我发给你。没有。这儿。你拿我吧。你就不能换套衣服吗？你怎么还是黄金舞啊？我昨天去掉了，然后刚上回来。没有啥好看的衣服，这都挺好看的，我就喜欢这个。我的衣服多。拿去买几件。我昨天还是前天花9000 BP 开出来个皮裤衩。一般我都不玩我这个号的，没有到500级不想玩，没段位也都，那才看呢。哎，张哥有没有养宠物、啊？这个号我一般都不玩的、啊，你啥时候见我玩过这个号？你跟我玩了那么久，你养什么？没有，没见过，基本上都是玩大号。鱼。你明天起来就看到我钻石了。我也不知道钻几。张哥养鱼吗？嗯，这两天也是吗？养啥？养啥鱼？美人鱼。拿喷子吗？那你想拿啥拿啥。爱拿啥拿。拿冲锋枪。你可以拿一喷一狙也行。我有任务，这史莲狙打200伤害。刚才打了194，落地捡个，就差一枪。落地捡个连狙，嘎个人就完了吗？好像咱们每次跳这都出来了，我们三每次跳这都出来了。你们两个出来了，我没出来。那你是被老六六了。我有点慢哇，我有枪，他嗝屁了，你先不，他嗝屁了，倒了，倒两，喵过来补啊，起嘞，不是你给我一把，这有，这地上有，你非要我的，你俩干啥搁那儿？我操，那儿进人了，哪儿？听到了，在我脑袋上爬。对你上来补了，可以。要想叫哪儿的？我瞎了。这里面有人啊！你上来，你别在上面。哎呦，说了一万，在这儿有人。没事，给你补枪了。不要了。子弹呢？后面还有一个倒地的。
又倒了一个。你要想加分，你就多补点人头。我到现在都没找着你的人在那儿。我楼上，你楼上。你好像个憨批。我他妈的，这补人这么费劲。我挡打后面。都爬走了，这一楼的，谁狙倒的一楼是？给你们个那啥 TBS 来。来给我。左右二，我打倒一个，三哥，左右二。嗯，好了，拿个栓子。回头，回头。药有没有药？没有，没有。来来来，我有，过来，过来，过来。还得我给你送去。那不怕他危险吗？你不得给他送过去？补了他十枪，那个人没死。哎，又起来了。等一下又遇到老六，我告诉你。没事，还能打。那哥，我准备过了，我有烟枪，我给他们窗户打烟，一起过呗。我还没打呢，这烟。啥情况？我的包。没事，能救。救不了了，好嘞。他走了，他走了，师长。救不了了，摸不了。打残的那个，炸死了应该。正师长脸上有。三哥，我等你来。我知道。不都来不及。等一下。他另外一边。哎呦我操！他喵的！操你妈的！瓜逼！又骂人，又骂人，哎，又骂人！谁呀？开工办的。没打。哎，又骂人，打不过就骂人。傻逼！哎，瓜逼，瓜逼，破防了是不是啊？张嘴啊，说话呀！啊！你再站起来说话，你说你站起来说话。看给你气的是不是啊，大屁屎！因为他在打我，你把他打倒的不正常的吗？啊！有人？哪里有鬼人头？打了张哥！把我连杀带补，还怪别人挂逼，这呆逼！他非要补我！有雷飞人，我操！完了！雷。这火，能不能再死四个人？二十二个。
个。慢点，慢点！他妈真傻逼呀、啊！这不倒呀？倒了，倒了！两枪头嘛，好像啊？给旁边的人打倒了。放个奖。地儿。地上有好多奖。我的妈呀！抓抓抓，爱抓，搞东搞西的感觉。全是技术啊！全是技。遛狗呢，搁这儿。那可不。哦，这人爬哪去了？思路很清晰，只有咋打，我不知道咋打。像刚才那样，我基本就麻爪，你就跟着就行了。我没看见你在那倒车呢。
两人出来，现在这把你坚持到最后了，还有五个人都没人的。这段要收费的是吧，洛洛？啊，大傻逼啊，纯傻逼，这都傻逼啊。 APP 就这样啊。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前面的都比较聪明啊，那个抓我那四个，跟他等队友那个。不是他，还有一个。活不了了。都死呗。哎，被大比斯制裁了。嗯，出来呀！我没出来吗？我显示准备了。说那谁呢？秦宝，不知道干嘛去了。
干啥？想去哪儿？不去，来这儿吧。要么去上边，要么往这里，到外面，不要跳中间，被包了。房子他妈漏风了，不赢啊！啊，太慢了，太慢了。那两个人杀好快呀！我要去左边了，我要去来我这了。我也去左边了。炸死了，没有。太阳在屋里还有一个。仪表看一下，好的，我操，他妈巴巴的半天我没开麦呀，我是我打一伙儿了，知道了，我他妈隔着巴巴半天，我操！